OK，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参加由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组织的瑜伽公益免费活动。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原湖南师范学院钢琴副教授 Nancy。 Nancy 老师啊，不仅是钢琴弹唱课教得好，他的瑜伽水平更是高，他已经具有10多年的瑜伽教学经验了。好，那么我就不多占用大家时间了，让我们专注呼吸，关注本我，静心瑜伽现在开始。有请 Nancy 老师。您的声音没有打开， Nancy 老师。看来 Nancy 老师的网络又出现一点。每周星期一，我们每周星期一的瑜伽直播现场。那么今天呢，很高兴是我们新年的第二个还是第三周了啊。那么很多的朋友经过前面的几次练习之后呢，大家已经跟我反馈特别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华人服务中心的各项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是继续的啊，我们继续的来完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瑜伽的修炼课程啊。我希望今天每次都有我们的新伙伴，我们的新伙伴如果都有的话呢，我是特别开心的。为什么呢？每次有新伙伴加入的话，我们这个团队会越来越大，我们能够受益的群众会越来越多，小伙伴越来越多。还有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感恩和感谢啊，加拿大华人服务中心的所有的志愿者们。我每次都要感谢呢，我们幕后的辛苦的团队们啊，我们的李主席，还有呢，每次给我开场的牛少，特别喜欢他的声音。那小伙伴们，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准备好了吗？大家每次我都要先把前面这个话呢，给你啰嗦一下，很多小伙伴不知道，因为准备上周一课的这一天，请大家提前一个小时，千万记住啊，提前一个小时把自己的想吃的东西提前吃完啊。我们在练习之前的一个小时要空腹，我现在要把这个注意事项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每个星期一的，如果是我们6点钟上课，那我们5点钟之前就要把你的食物要空腹。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下午啊，4点半左右到5点之间就要吃一点，你可以吃点流食。如果你特别饿的话，你上班族的话，那个时候可以吃点流食，但是不要吃太多的，吃得很饱，那么对我们的整个的练习就很不利，因为我们很多有倒立的动作。第二呢，我们请大家呢，上一节课开始哦，就很多小伙伴就是在说的时候，说他们练的时候会有膝关节、手腕关节，包括腰椎和手腕。那么如果平时练习比较少，或者是你受过伤，或者是呢之前没有做过负重的练习的伙伴们，请大家从下一节课开始呢，你们尽量的去给自己准备一些户外护膝，或者是护腰啊，就是宽宽的那种护腰，但是有力度啊，请你们系上，这样子可以帮助你们的在练习过程中呢不容易受伤，第一个。第二个呢，可以完成我们的一些动作，在这个过程中就不会让你感觉到很难受啊，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些保护措施，对于我们的小伙伴中间有过受伤的，之前没有练习过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呢会比较辛苦啊。最重要的是怕你再次受伤。好了，那我们现在请大家
做好准备，你的瑜伽垫准备好了吗？还有我们呢，每次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做一些准备。如果希望下一次给大家准备一些这样小的器具啊，小的器具放在你的身边啊，这是瑜伽砖。那么你如果没有瑜伽砖的话，这个疫情你不方便出去买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什么啊？准备一些你的比如说饼干盒子啊，比较有一点。有这么大小的饼干盒子也是可以的啊，比较有硬朗的。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拿着这个来做的话呢，可以做一些辅助的动作。我今天下一次还给大家准备一些瑜伽带啊，我可能再准备一段时间，可以专门有一个瑜伽球的课程可以开出来啊，瑜伽球的课程也是非常非常棒。好，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啊，准备好大家来矿泉水。或者是你们的哑铃都是可以的啊。那我们现在做好准备。瑜伽呢是跟其他的练习是不大一样的，它不属于有氧运动，我们没有大量的什么速度练习，所以我们心肺上面呢是属于休息的状态，是放松的啊，我们不是有氧啊。所以呢，在平时的我们一整天的忙碌过程中，不管您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忙碌了一天的家务，肯定会比较辛苦。那通过我们的瑜伽来伸展、伸拉啊，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关节啊，每一个部位呢的这个关节的僵硬，把它怎么样拧转和修复。好，那么起到这个作用，可以对我们非常有全身的上下都很有帮助。来，我们现在做好准备。第一步，我们先用最简单的方式做一条膝。瑜伽呢，主要是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对，是呼吸和冥想。来，我们现在开始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不管你是自己做，还是可以带着你的家人和孩子都可以来做啊。我们可以做全家的运动啊。瑜伽其实是没有分男女老幼的。来，将我们的右脚脚后跟尽量的抵住你的裆部，左脚呢脚心啊，这个脚心贴在你的脚背上，做一个卷翼的坐姿。对，大家去感觉一下，这个卷翼的坐姿会让你很舒服啊。还有一点，在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坐姿还有一个帮助大家的地方，就是在你睡觉前，如果大家平时有失眠或者是工作压力和精神有紧张压力情况下呢，我也建议大家把这个学会冥想的方式，在睡前做半小时，放一下什么放松的 relax 的音乐啊，你可以把灯光调暗，然后呢放上一点音乐，甚至你还可以什么点一点香薰。像现在我们的冬天比较干燥，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我们还可以呢用这个换气的，我们讲的说那个加湿器啊，现在有很多加湿器里面也可以倒精油的，那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神经，配合音乐来练习冥想啊，有助于您的睡眠。来，我们现在开始做好这个呢，叫简易坐姿，在我们的瑜伽里面是最基础的，也是大家呢随地而坐。如果你在办公室上班，白天比较忙，中间有10到15分钟休息的话，我也建议大家用简易坐姿来进行放松和调整，以及修炼自己。来吧，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开始，因为现在的镜头是对着这边的，我就往这边移一点。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先简易坐姿加冥想。来，做好准备。好像我的镜头有点歪啊，感觉不太正。好，用我们的右脚脚后跟抵住，食指，看一下我们的食指啊，大拇指跟第二个指头，食指和拇指环形相扣，轻轻的放在两膝之上，自然的放在两个膝关节上。好，两肩放松开肩啊。我们的小伙伴中很多人在跟我练的时候，就总是在说我的颈部啊、肩部很僵硬。那么多练习是最好的方式。伸直你的手臂，对，伸直你的手臂。如果我们在座的小伙伴之前练过一些瑜伽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难度加大一点啊，将你的右脚搭在你的裆部，哎，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你能承受的力度或者是程度啊，请大家注意这一点，不要过分的勉强，但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哦。好，我们准备好。好，闭上您的双眼，跟我来调整一下气息。用，准备好，待会我们用的是鼻子，
闭上您的双眼，轻轻的闭上，用您的鼻子开始做深呼吸。啊，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呼吸调整好，对，跟着我的引导词一起来进入，让我们一点点的闭上您的双眼，同时学会用您的鼻子慢慢的向内吸气，均匀的、缓慢的、深远的向内吸，让清新的空气一点一点的穿越着我们的肺腑，通过鼻腔慢慢的下沉。对，不要着急啊，我们要用最慢的速度，均匀、缓慢而深远的向内吸，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的过程中去体会。此时此刻，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正穿越着整个肺腑，慢慢的沉积到我们的小腹之中来。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学员，请将右手的手掌轻轻的放在小肚子上去感受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的小肚子正像圆圆的气球一样，不断的向外鼓胀，慢慢的变大变强，腰椎也在不断的向前推。稍作停留，好让所有的养分都最大限度的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微部分来。非常好，来跟着我，再一点一点的收缩小腹，请记着这个顺序是由下而上，一点一点的收缩你的小肚子，再收缩你的小腹，带动你的肺气由下而上的通过我们的鼻腔，慢慢的向外吐气。非常的非常的好，来，让我们再完成连贯的练习一次。用鼻子向内吸，穿过整个的肺部向下沉，让气息慢慢沉积在小腹，在肚脐以下的部位。经常我们会听到说气韵丹田，对吗？在小腹这个位置上，所有的气息下沉，这个时候是我们整个腹腔内装满最大氧气的时候。不要急躁，用心的体会，让所有的养分去滋养身体的内脏。稍作停留，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开始收缩您的小腹。在这个位置上啊，来，我们轻轻的一点一点的向内挤，通过我们的腹腔、鼻腔，最后将所有的废气完全的呼出来。跟着我一点一点的开始向内吸气，同时缓缓的睁开您的双眼，调整我们的坐姿，来进入第三个部位。我们是什么？第三部分是什么？是体位的修炼课程。前面是呼吸冥想，那么呼吸是调整这个气息，冥想呢是将我们在这一刻修炼的过程中呢，把头脑里面、思想里面所有的杂念，还有我们的这些紧张的一些因素，包括你的工作呀、生活上遇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啊，在这么一刻的时间，请大家放下来，好，我们把它放下来，只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 stretch 你的身体。如果啊，你现在刚才是右脚对吗？现在将左脚收进来，哎，对，换一个，嗯，两个脚的方向是刚刚是右，现在是左。好，那我们现在如果你身边有其他的小水瓶儿，或者是呢小哑铃啊，如果没有也没有问题，就是徒手也可以。
总之我们就开始伸展。如果你现在伸展的过程中可以开始的话，我现在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啊，为了让大家能够最大限度的去看到我的动作，或者是说把这个幅度尽量的，我们每个人呢尽量去做到自己的极限，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啊。我现在加一个哑铃，那么身边有朋友呢，如果有你的有其他的东西的话是 OK 的，徒手也是没有问题哦。我只是告诉大家你可以用身边的一些器具呢同时来练习你自己。来，准备好，把你的胸挺起来，挺胸，把颈椎向上拉，注意你的背要挺直。在练习过程中坐姿非常重要，现在我将正确的姿势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朋友呢，小伙伴他们的坐姿已经变形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侧面，看一下啊。对，我们的侧面要挺胸，侧就叫挺胸啊，后背要平直，就叫挺胸板背，好吗？好，我们现在开始。双手自然的放在你的身体两侧，挺胸把背两肩向后夹，在此基础上跟着我吸气，慢慢的伸展你的双臂，哎，向后伸拉一下，夹肩伸拉，双座停留一会儿，来吸气慢慢向上，要张开你的翅膀，慢慢向上伸展，在你的头顶，对，在你的头顶汇合。如果你是徒手的话呢，两手相交，就交叉的这样。对，好，保持把你的背拉直，坚持一小会儿，去感受一下，此时此刻呢，有一股血流啊和那个能量呢在向上涌，慢慢的涌向我们的头顶和手指尖的方向去，跟着我吸一次气，保持不动。对，呼气的时候将你的颈椎缓慢的向后仰头，让你的后脑勺去接近后背，轻轻的闭上您的双唇，伸拉颈部后侧和前侧的韧带，手臂不要放松，继续在你的上方伸直。好，吸气，用颈椎来带动你的头，缓缓的回到中间。好，不要放弃哦。来，呼气的时候将颈椎向前伸，同时呢，将下巴去找您的锁骨。我们做久一点，三、二、一。再次跟我吸气，缓缓的拉起上身，拉起你的颈椎，带动你的头，不要放弃哦。很多的小伙伴如果是第一次来，你发现你的手向上伸呢，已经开始有点麻了，也不要放弃。这个开肩的动作对所有颈椎和肩周炎的朋友非常有帮助，请大家经常做这个姿势，来跟着我吸气，保持一下不动。来，呼的时候向左侧延伸出去，呼，五、四、三、二、一，慢起。再呼的时候向另外一侧伸展，注意尽量的开肩，挺胸，五、四、三、二、一，哇，拉得很，对，很用力的，因为我现在是负重的，所以在练的时候就会出汗。如果你的徒手呢，可能力度没有那么大。好，坚持一下，不要着急，我的手从头至尾没有松过，大臂一直向上举，保持挺胸。好，极了。来，打开肩宽的距离，看我的手稍微跟你的肩宽一样。最重要的这个动作是向后放松，记住不要突然掉下去哦。呼，缓缓的有控制。现在我的手臂和肩都在用力，用力，用力啊，慢慢的放。呼，好，慢慢的放下来。我们先平肩一下，
好，我们向上次举一次，三，像大雁展翅，飞，太棒了。好，来，我们放松下来。哦，你顿时感觉到什么？做完这一套以后啊，如果你身边有，哪怕是这样的，有这么一点点重量的话呢，都会感觉到做完之后，颈部、肩部、整个的上身全部都是非常放松和伸展的。来，我们来放松一下肩颈，好吧？肩颈跟我做一次，前面没有做过。来，吸气的时候，来，手臂向左伸展，右臂伸展起来，来，头向上升。哎，你看一下我的手，手要伸直，颈部拉起来。好，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向左弯下去，来伸展一下，保持伸展。哦，我们的这个手大家看不到，我放这边来一点哈。那我的手伸直，这个动作主要是伸展一下侧面的啊，胸的侧面，包括你的手臂整个的。注意啊，我们的胸要挺出去。如果你的手撑起来有一点困难，我们可以把手弯曲成90度，哎，这样子啊，大家把肘关节，把这个小臂的肘关节放在地面，保持90度，来试一下。肩向上伸展，吸气伸展，注意颈椎向上拉，哎，把它拉直，你就会有感觉，肘关节撑地会更难一点。来，伸展，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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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出去。对，你可以把头部向上看，去看手指尖的方向，棒极了，来吸，上举，带动上身。舒展的不得了，放松下来，注意每个动作都非常的缓慢而有力度。来，换一边，好，我们可以将左手呈这样子90度，第一步先伸展上去，将颈椎向上拉，伸展伸远，把每个动作都做劲做到位，把整个的手臂伸上去，包肩周拉开，来，肘关节，看到我撑地。好，注意，不要后背，这样就不行了。你的背不要拱，把胸挺出去。好，后背，好，来，伸直。好，我们再来试试，加大一点，加大一点，加大一点，伸远，拉长。三、二、一，手臂带动，吸气带动颈椎，收回。来，颈椎向后。你的肩向后打开，好，我们现在加一下，这一组全部都是肩颈的动作，全部都是肩颈的动作，两肩由前向后，我们绕两圈，再以后向前的绕两圈，太棒了啊，太棒了，好，我们继续向展翅高飞，把你的胸肋先向下，因为待会我们会有这个动作，我们把它练一下，对。放平，额头点地，吸气的时候用肩带动你的手臂和背拉起来。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做两三次，在家里做的时候，像不像一个什么？对，大雁展翅的感觉。来，吸气，起身，彻底的放松胸、颈、背、肩。好，这组叫肩颈组合。颈部、肩部，包括你的手臂伸展都有了，是吗？好，那我们现在把你的脚放松，来打开，我们做下一个，打开，好，我们打开的时候把脚，你看稍微的这样一点，对吧？你把这个脚单腿，目的是让这个膝关节血气流回到你的脚心、脚面，来做一个伸展。两脚交叉，因为待会我们要做这个姿势，稍微的。现在你的动作是在你的瑜伽垫和你镜头的前45度啊，45度。好，我们来做一下，来做一个拧转的姿势，左手在后方，再次将你的手向上伸展拉长。好，吸气。对，伸直拉长，你看伸直拉长，去看了天花板的方向，
来放松哦。好，我们的手臂向这个方向啊，向这个方向直接的搭在你的肩上。对，拧，把你的身体向左后方拧转，做最大的拧转。三、二、一，吸气，回头，打开，换一边，这个脚打开，将左腿向前伸，两腿交叉，保持挺胸，右手撑在后面，来，左手再向上伸展一次。这个时候你注意看，刚刚是右边的45度，现在是这个方向的45度，好吗？看一下啊，45度啊，准备好。让你的这个脚放松，我们两个脚是交叉的，大家看一下哦，把胸挺起来，先向上伸长，再向上拉长，颈椎拉起来，再把颈椎带动，好，向你的将你的颈部、肩部和胸部一起向你的右后方旋转，右后方旋转，你可以搭在你的肩上。但是尽量的拧转、拧转、拧转，主要是拧这个啊，把这个脊柱向后拧转，练一下你的脊柱拧转。好，颈椎带动头，颈胸拉起来。好，棒极了啊，太棒了！好，我们现在抱膝一下，刚才两个脚都已经放松之后呢，双腿并拢，这样保持挺胸，来踮起脚后跟，来把双手抱膝，拱背，休息一次，呼气，吸气。对了，好极了啊！好，我们现在来做伸展，之前我们做过，将两腿伸直。对，伸直的时候，我们可以抖动一下你的双腿，放松，休息一下，敲打一下。对，我们刚刚那样做呢，很多的时候是什么血液循环不通畅，好吧？好，我们现在来，对，做一个鱼跃式，好吧？鱼式，嗯，今天我们还是要复习大鱼的哦，我们要把这个大鱼练透、练好，我们下一次就要改一个大家喜欢的曲子，嗯，好，准备啊，我们把这个脚伸直，先做。腹肌、胸肌的练习，好，这部分是胸部和颈部，来，肘关节撑住之后，做好准备，来，我们肘关节撑地，保持住啊，保持住啊，腿伸直收小腹，来，胸椎骨向上推，五、四、三、二、一，好。我会教大家，如果在家里比较，你家里要是有瑜伽砖或者是一个饼干桶盒子呢，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修复整个后背的疼痛。最好是教大家在家里找一些辅助的练习，因为我的小球还上次被一个小朋友拿走了啊。你可以在后面放一个小篮球，小篮球。小足球，家里有孩子的话啊，可以球状物，也可以用什么瑜伽垫、瑜伽砖，还可以练在这里。这样子可以帮助很多人把你的后背怎么样垫起来，这样子弯起来呢就比较容易，就可以把他胸挺起来。看一下大家，这是辅助的方式啊。很多人刚开始的弯度不够，我教大家可以用这个瑜伽砖或瑜伽垫。那么当你的幅度大的时候呢？再把这个难度，你看这个是最难的，因为这个高度比较高，那你是可以，哎，这样会更难一点啊。你可以垫在上背部，你看这样子，对吗？看到没有哈？就是悬空你整个后背，好，这样可以把你的颈部拉起来，彻底的拉起来，好吧？对，好，就是你看，这是一个辅助的啊。当你没有自己胸背不够柔软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个辅助的瑜伽砖，好，我们现在教大家来做一下啊，可以用这个方式。如果没有的话呢，只能够徒手去完成。那么就是这样，我是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部分练得空一点啊，对，整个脊柱柔软一点。来，我们做三二一，三二一，好，来准备，颈椎向后，嗯，把颈椎放下去。好，我们吸气，颈椎拉起来。来，你的，
对，把那腿保持90度，保持胸挺起来。我们来，对，踩单车还记得吗？先把腿伸直，尽量伸直三，大一点。我们做十组啊，五、四、三、二、一，再来一组，五、四、三、二、一，好。来，把双腿并拢。很多的呢，小伙伴，这个腿部啊，这个动作是需要腿部的力度和腹部的力度配合。注意你的胸不要掉下来，把胸挺起来。哇，现在这个大腿很酸，小腹很酸。好，我们来做，好，我们做上抬，来勾脚腕，五、四、三、二、一。哇，好辛苦呀，是不是啊？来，休息的时候收回。再来一次，蹬直，45度，五、四、三、二、一，好，我们起来休息一下，稍微的休息一下，挺胸，挺胸，好，挺胸的时候跟我做一个辅助的动作，来，双手在你的后背伸展一下，两手交叉，把肩挺起来。对，把胸向前推，来挺胸，挺胸，好，让你的双手双肩向上翻，让你的头顶住地板，手臂向上翻，好，来吸气，头带动手肩拉起来，好，放松。把刚才的动作连起来做一组，鱼跃式来，双手肘撑地，双脚推向前。好，我们挺胸三次，做好准备。好，三、二、一，颈椎向上带。好，你撑住啊，颈椎向上，大腿收紧。同时向上抬45度，我倒数五、四、三、二、一，慢呼慢放。好，我们慢慢的拉起来，来抱膝一次，哇，抱膝，抱膝，三、一。好，我们做一个单边的啊，来舒展开来，右手看到没有，撑住45度，来单膝跪地，单膝跪地，右脚尖抵住，这是个慢动作啊，我现在把它先单膝跪地，再把左腿伸直出去。好，我们今天做一个加一点动作在里面，好，练习的时候，来现在要练的是什么呢？收紧小腹。腹部收紧，保持挺胸。我们的手掌可以用手掌撑地，看手掌撑地。还有一个呢，五指撑地啊，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你可以选择用五指。如果你的手指没有力度，就用手掌撑地。好，现在我们来做，现在这个角度45度。好，准备练的时候要注意你的手臂头三角肌的力量要用力。不要任意的放松，要收紧你的啊。好，来，在左手向上伸，让你的，对，让你的手，双手成一条直线。同时来训练一下臀外侧肌，就是侧面这个地方啊。这个位置也是需要练习的，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老是坐开车，其实经常不练习的人也会你的。我们叫坐骨神经上哦，很多的血管是不通畅的。来，准备抬腿，勾脚腕，对，伸直出去，五、四、三、二、一，来，我们转圈儿，五、四、三、二、一，太棒了啊！好，我们来把腿放松，点住地板，把胸挺出去之后呢，再把你的手啊。向前伸，同时将你的身体呢向后翻，向后翻，对，向后翻，啊，这样子把你的整个的肌肉群全部拉长拉直，感觉上走得很远很远。
拉长拉远，好极了啊！来，呼气的时候手自然的滑落下来，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跪坐在你的，先跪坐休息一次，吸气，呼气，我们换一边来单膝跪左腿，来单膝左手伸展45度，做好准备啊！来，手臂伸直，腿伸直，这是另外一侧。我说瑜伽所有动作都里外上下的对称，对吗？向上看，好，来做好准备，抬腿，勾脚腕，来练习一下你的整个的臀外侧肌的肌肉和大腿的力度啊，我们大腿要需要力度。来，5 4 3 2 1，非常的酸，画圈圈之后特别酸，太棒啊！来，我们呼，放松，连起来，向后伸展出去，拉远拉长，越远越好。眼睛和下巴，包括头去看手指尖，3 2 1，好，收回。好，我们现在收回的时候呢，是把它直接的怎么样？对，交叉过来。对，我们现在把腿是交叉过来。现在要做的这组呢，叫牛面式啊。对，来，把这个地方放松一下，臀外侧肌，我们可以敲打一下。对，抱紧了啊，臀外侧肌抱一下。对，好的，敲打敲打敲打，100分，敲打一下。好，我们准备好了。来，先做一个放松伸展的动作，打开双臂，呼的时候向下，对，要你这个手臂在努力啊，呼向下沉，靠向你的双膝关节的位置，让你的这个喉咙部分啊，可以贴近你的膝关节，放松两肩，吸气的时候肩背带动，向上伸。再来一次，呼，配合呼吸做，来吸气，起，好，这个时候我们将右手，看一下左腿，我们现在是右脚在上，那左手在上，手跟脚是反方向的，好吧？好，那上面的手弯曲，这个手到后面去寻找另一只手，两手在背后交接。如果你够不着的话呢，就别忘了自己可以拿你的身边。如果准备好了，你有我的小毛巾不知道去哪里啊，在这儿啊，你可以准备一个小毛巾、小袋子哦。够不着的话，你们可以，可以这样子，对吧？可以接起来，或者是你身边有你的袜子也可以的啊。总之就是把它连起来。哎，对了，等到有一天你练得非常柔软了，就可以不需要它了。来，呼一次气，呼出去，再。慢慢将你的颈部、肩部拉起来，来放松，打开，不着急，撑住地板之后，两腿松开，脚叉，反方向再做一次。好，来准备好，呼，吸气起，呼气向下沉，再吸气拉起。右手在上伸展，两手交叉相扣，来呼气，慢慢的呼下去，吸气起身，伸直，打开，太棒了啊！我们放松，调息一次。你可以调息一次，吸气，呼气。好，那我们现在把腿打开，我们可以用手撑住地板。下面要做的这组呢是，下面这组我们要做的是猫式。在猫伸展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全身的核心啊，我们讲核心力量群的一个动作。双右脚点住，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家里练的啊，也叫什么平板撑，对吗？好，伸直，
另外一个腿伸直，蹬出去，你看全身夹紧臀部，手臂伸直，对，小腹内收，五、四、三、二、一，来肘关节撑住，五、四、三、二、一，来起来，我们连做五、四、三、二、一，再做一组，五、四、三、二、一，好，膝关节抵住，翘臀，对，把臀部翘起来，有意的将你的身体重心向后推，臀部翘起，让你的肩胸压下去，放松，压肩，五、四、三、二、一，好，我们慢起，来，准备，双手撑住地板，下面做一个猫的伸展式。第一步，将你的左膝关节移到中间来，脚尖点住，将你的后腿蹬直。我放慢动作做一遍，让你双手先垂直地面来，臀外侧肌、大腿、后臀，啊，包括上身向前推进啊。我们开始，好，下一步是什么呢？将肘关节撑住地板，保持肩宽的距离。那这个时候你的后腿的力度要非常大，保持这个，对，大于45度的时候，来在空中我们做一下臀外侧肌的五、四、很酸，三，抬高，哈，好，抬到你的最高点的时候，你可以用头顶心，这个头顶就地板，加大这个力度啊，这样顶住你会有力度，对，这样可以帮你将你的臀肌、大腿抬到最高点。对，抬到最高点，五、四、三、二、一，好，腿不要轻易的放松下来，继续抬高，来，双手撑住，这样对你的腰有压力啊，好，非常酸，非常酸，非常酸，迅速的弯曲，弯曲一下你的小腿，哎，迅速的收回来，这个时候你会感觉臀部特别的酸。好，我们可以用刚才的方式，向外，嗯，好，做好准备，来，挺胸，好，准备好，不着急，准备好，打开，好。换腿的状态啊，头顶住地板，顶住，五、四、三、二、一，好，抬头，双手撑直，对，不要着急哦。好，来弯曲小腿，迅速收回，呜，你会马上感觉到臀部、大腿特别特别酸。好，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方式跟刚才一样，重心可以向后。向后移动，对，然后呢，对，你可以把手伸直，对，彻底的压一下你的肩胸，对，把你的肩胸压下去，啊，压下去，好，把你的手伸出去，下巴跟胸都贴住地板，五、四、三、二、一，好，我们收回，好极了。现在我们刚刚这个是猫式啊，我们来再把你的后脊柱再来修复一下，来，拱背尾椎、腰椎、后背一节节的拱起来，将整条脊柱从这个颈椎开始一直到尾椎，让它彻底放松一下。放松的时候呢，用下巴去接近你的锁骨，来拱背，低头含胸，大虾一样的拱起来。准备呼气，让尾椎一节节的沉下去，尾椎、腰椎，慢慢的翘臀，抬腰，挺胸，抬头，同时将你的小腿收紧，很用力的收紧，让小腿动向上加起来，来挺胸，翘臀，嗯，向天花板的方向翘，像猫一样的伸展。好了，
来，我们现在开始做下一组，直接起来，还是将单膝打开，对，脚尖点地，看我的是脚尖，对吧？脚尖，我们现在打开一下。好，准备好啊，放松。好，我们保持脚尖抬起来，再把脚跟踩下去，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横荡，来向前伸，来挤压一下我们这个大腿前侧这部分啊，来压胯。对，你的手也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上。五、四，对，脚背三。二一，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大腿在这里放，像刺痛一样的感觉啊、哦，非常辛苦。我们还可以把手怎么样，在胸前合十，向上伸，向后弯啊，我们可以向后伸，向后弯。好，吸气，来，双手撑住地板，好极了，来，脚尖点地，我们撤回。来，脚尖点住以后，我们做个顶峰，嘿，蹬直蹬直，对，踮起脚尖，来，三二一，好，最后一下，来，压背压肩，哎，对，压背压肩，太棒，向下啊，压背压肩，好，呼，好辛苦呀，对不对？好，中间最后一组了啊、哦，放这边。另外一边，好，准备好打开，对，打开，我们先做一个啊，来，脚后跟踩下去，我们向后弯一下，向后弯一次，对，打开，向横着，来压胯，来三，把后面的这个主要是压后胯这个位置，三，二，一，胸前合十。向上伸展，嗯，三，二，一，打开，哦，好，收回，我们还可以举起来，肩起，向下压肩，哦，好，起来，好，我们站立，好，站立起来，最后一组是什么呢？对，好，我们把最后一组站立的姿势，重心放在一条腿上，重心一条腿，好，这个是向旁边打开，好极了啊，来，向上，勾住，对，你可以踩在这个位置上，踩在这个位置上，啊，初学者踩在这就可以了，如果是学过的，跟我学过很多课的，那你可以达到这里也行，总之打开你的双手，胸前合十，来半蹲下来，五、四、三、二、一，拉起，向上伸，打开，对，打开，我从前面打开啊，打开，好，再到后面去。好，我们来打开大的啊，45度以后打开，半蹲下来做马步，这个位置要练得很有感觉，就是像个桩子一样的，很有力度，这个位置很有力度，好吗？三、二、一，呜，好有力度的啊。好，我们做另一条腿，重心打开，半蹲。双手胸前合十，掌心向内挤压，来向前送，三、二、一，来吸气向上伸展，放松，由前向侧面，再向后面绕，对，臀部很酸，最后打开，再做一次，放松，呼气，三。二一，好，我们起来，呼，好，我们把刚才呢分解动作全部做了一遍，那我现在要放音乐咯，
还有一点点时间，正好再做一遍大量瑜，好吧？好，我们现在把音乐，大家准备好，我放音乐了啊，连起来做，非常的辛苦。好，大家是喜欢的啊。我现在找到音乐了啊，准备好啊，等我一下啊，准备开始啊。好，做好准备。今天已经做完结束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可以
我已经完成了哈。如果大家时间已经到了啊，如果大家还想做一遍就可以举手。如果呢，没有时间到的话呢，就可以把语音解开，跟我说一下话，好吧？那老师啊，我说举手吧，这个一大开的声音很嘈杂。那个，好的，那么举手的话，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还希不希望再完整的做一遍大鱼？举手的话，或者是打字的话，那我们就再练一遍，大概也只要三分钟的时间。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我们就 yes 哈 ，Alice 说还是 yes， 大家都是 Alice 的，还有没有人说 yes 的啊 ？yes 的叫再多几个，我就可以开始了，完整的啊，再来两个 ，OK， yes， 好的，我们再来一遍。就结束啊，最后再来一遍哦，大家都很喜欢，特别美啊，主要是音乐很美，大家多做几遍就会了，准备好啊。好的。
天的练习就到这里。所以以后呢，我们都会把前面的分解动作练习完了之后，配上音乐来一个流程。这样的话，既学了又有很有自己在家可以练习的美感。好啦，那我们今天基本上练习的部分就到了。那现在大家可以把麦解开。好的，谢谢 Alice。现在大家可以那个那个给他大家那个扫码吧，大家扫码吧。还有没有新的小伙伴没有进群的，请大家扫码哟。我把二维码发。